人生没有彩排，戏精无处不在。卖豆腐的小张啊，就有幸遇见了两个戏精，演的这是哪一出啊？狸猫换太子。就前两天哈、啊，就小张店里啊，就来了两个顾客，就结账的时候啊，就俩人就抢着买单，讲究。哼，结果让小张没想到的是，就这么讲究的两个人干出了不讲究的事这天，小张正在店里忙活呢，来了一男一女两位顾客，点了十块钱的臭豆腐。 大哥还挺敞亮，直接拿出来一百块钱付钱。第一遍验的时候，那个钱都是很真的，细节我也看了。但很快，女的就把一百块钱拿了回来，表示由她付钱。大哥是说啥也不干，仍然抢着买单，并且又把一百块钱递了过来。还能让女的结账吗？那对呗。小张干脆的找了他九十块钱。大概过了十分钟，臭豆腐炸好了。小张一回身，哎，人呢？豆腐不要了呀？ 这时，小张突然一机灵，有点不对劲儿呀！再摸摸口袋，再把这钱掏出来一看，很明显的就一张一百块钱的假币。这时，小张才恍然大悟，这俩人肯定是故意的。男的一开始拿出来的一百块钱确实是真钱，但是等女的把一百块钱拿回来，男的假装抢着买单的时候，第二次拿出的这一百块呀，就已经被调包了。社会很单纯。 收了假币，找了真钞，可给小张气得够呛，立马就报了警。没想到，很快另外一家药店也报了警。哎，这咋套路都一样呢？其中一名男子掏出一百块钱给这个营业员，营业员经过检验之后，这个这一百块钱是真钱。这套路不能说是很像，只能说是一模一样。还是女的假装抢着买单，把一百块钱拿回来，男的坚持要付钱，又把一百块钱递回来。 但是通过视频可以清晰的看见，男的用左手中的假币把真钞调了包，剧本台词儿都不换，你们还打算来个巡回演出是咋的？随后，民警很快便抓获了几名嫌疑人。四名违法嫌疑人，我们现在已经抓获了三名，另外一名正在抓捕当中。三人因涉嫌使用假币，被同关分局行政拘留。防不还胜防啊，障眼法不高超。 这总有人中招，为啥呀？大意呗！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记住了啊！你甭管唱的哪出戏，你就甭管用的是什么计，只要钱，哎，收到咱手里，验真假，上机器，不给骗子任何可乘之机，气死你！